奶茶。顺便带大家看看 Coco 在日本变成什么样子，讲得好像变很大一样。加这边可以加那个一些加料，然后可以加 tapioca 是珍珠， pudding 是布丁，但是可以加这个 shio cream 玫瑰盐奶盖。天哪，怎么这么豪华啊？紅茶ラテ tapioca の M。M。温かいので。氷の氷なし。氷なし。はい。甘さは30%。じゃあよろしいですか。はい。就是 hot hot， 那我点的是冰的，叫做 ice。那因为我不喜欢加冰块，所以我都会说 cold nasi， cold nasi， 或者是也可以说 cold yo nuite kuremasenka， cold yo nuite kuremasuka， 这种都可以，都是去冰的意思。然后我现在来喝喝看，好喝，怀念的味道。点多少糖？70。70？我是蚂蚁。70也太甜了吗？我点30。甜度怎么讲？甜甜？忘记了。它是用阿玛莎的吗？阿玛莎。阿玛莎。如果要选他，如果问你阿玛莎的时候，你就要就是可以跟他说甜度。那 Coco 在日本他们是用就是几趴，我记得好像是0%、30%、50%、70%、100%。对对，那30%叫做30%，50%就是50%，70%就是70%，然后100%就是100%。我觉得日本 Coco 跟台湾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帮你插吸管。对，可是日本店好像都会这样。对。然后他会问你，他要不要帮你，可不可以帮你插吸管？然后那句话叫做 “solo”，solo 是吸管 ，solo 插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？solo 插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？那よろしい就是意，用意的敬语。那就是，那就讲吧。越讲越长。可以站着吗？然后珍珠的日文叫做塔比欧卡，塔比欧卡。那身为一个台湾人，你如果遇到日本朋友，他们真的很容易跟你聊到这个话题，对，就是可以记起来。珍珠奶茶叫做塔比欧卡 milk tea， 塔比欧卡 milk tea， 很常讲到。热的好喝吗？嗯，好好看。就没有很甜啊，其实。嗯，哎、欸，热的好蛮好喝的。热的，而且现在那么的。热的的珍珠很软。我来一个。喝很多哎，而且你的完全不甜。咸什么咸呢？好险，我点七十。那就是这样啦，今天是30天挑战的第5天。这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天了。对，先生之后呢就要回去滑雪了啦。大家拜拜。那记得他的脸，他下次可能很久才会来。鼻子是红的。